欢迎观看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，我是 Go Markets 分析师聂友元。流媒体巨头 Netflix 股价遭受重创，在19号公布的财报中，网飞第二季度的营收大幅低于很多分析师和投资者的预期，导致其股价在盘后大跌接近了 9%。 该公司第二季度的收入不及预期，加上对于第三季度的收入预期的下调，使得该公司在4月到6月间新增的590万流媒体客户和其超预期的盈利都显得相形见肘。那么回顾上半年的表现来说， Netflix 的股票已经成为了大型科技公司中表现较好的公司之一，今年迄今已经上涨了近 60%， 包括过去6个月上涨了 35%， 超过了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13% 的涨幅。在仅仅的12个月内，其股价激增了 155%， 市场似乎已经全力以赴投入到这个流媒体巨头的增长动力当中。在公布财报之前，公司的增长计划包括实施打击密码共享的方式，正带来了巨大的回报。凭借着超过 2.352 亿的全球订阅者和吸引了很多从传统有线电视转为线上媒体的用户， Netflix 已经证明它在流媒体领域是必不可少的。那么结合即将推出的内容，不少分析师仍有充分的理由建议继续投资 Netflix 股票。这些假设在 Netflix 发布下一季度和全年业绩预测时会得到回答。然而因为第二季度并没有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，在公布结果后股价下跌了 8.9%， 报价为435美元。随着流媒体市场的竞争加剧， Netflix 在寻找新的盈利方式。近三年来，网飞的市场份额在不断遭到压缩，同时美国市场上流媒体的行业也开始接近饱和。于是在去年11月，公司推出了一个较为便宜的含广告的套餐，并在今年5月开始实施严格规定，要求非法借用密码的用户只要付费。那么该公司报告第二季度每股稀释的收益为 3.29 美元，超过了调查分析师预计的 2.86 美元的共同预测。那么近600万的新订阅用户超过了华尔街预期的190万。那么截至6月底， Netflix 全球的订阅用户为 2.384 亿人。那么季度收入同比增长了 2.7%， 达到了82亿美元，低于分析师预测的83亿美元。公司预计第三季度的收入将达到85亿美元，而华尔街之前的预测是87亿美元。同时与其他竞争者对手一样， Netflix 也正在应对数以万计好莱坞演员和作家的罢工事件所产生的影响。这次罢工行动使得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制作不得不关闭，不过相对于其他家而言， Netflix 由于在全球的生产端都有一定优势，那么相对还 OK。 那么 Netflix 将其2023年的自由现金流预测也提高到了50亿美元，相较于之前的30亿5亿美元有所上涨。部分原因是因为影视制作的停工，它在内容收入的投入上将会减少。总的来说，低于预期的财报使得其股价出现巨大的下跌，同时也降低了第三季度的预期。然而第二季度低于预期的财报其实也不一定是个坏事，在今年科技股上涨的风潮下， Netflix 的股价出现回调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进场机会哦。那么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转发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